哦，不好意思，车友，我又看到了，来，串烧，挂包，哦，好了，再吃一下啦，哦，不然我每次来这个，我很想点，没点过哎，来点点看，哇，看起来好干净啊，再来一个什么？要甜不辣吗？要青椒吗？好啦，青椒啊，青椒，青椒。哦，好想吃这个鸡翅哦，可是我怕有豆干嘛。好吧，就先这样就好，不然我要怕等下吃太多。怎样？250。老板，我要中辣。我用炭的。老板，你这家店开多久了？很多年，哦，杂瓜当，我以前来每次都有看到，没点过，就一直很想点。他叫过门的路。对，然后今天刚好又回云林，就来，刚好经过，再连这一家的杏仁茶，但是很 OK 啦，因为吃个炭烤会渴嘛，对不对？谢谢啊，老板。好，谢谢你、哦。谢谢。这挂包看起来好好吃。好、啊，谢谢，谢谢。中辣爽，里脊肉，最爱的七品，真的好吃啊，可以。爸，我等下忍不住下去挂包啊！啊。这几份，七串一百，应该是南部才有价。蔬菜我都点，杏鲍菇，没点。好好喝，千万不可以滴到我太太帮我买的。这葱肉卷太香了，而且葱新鲜啊，流汁哎。要不然来挂包，真的啊！啊，先把这个吃了。我想吃挂包，是因为它有花生粉。完美，完美啊！
他还帮我买了衣服，好看吗？还不错，好贴心，还可以温暖。再吃下去，再吃下去，我看怎么练车都没用了。好啦，车友，这各位车友真的不能再吃了，不能了，真的不行了，好吗？真的再吃下去，这怎么练应该都没用了。我明天还要继续练，明天再带你们去别的地方吃，好吧？吃给你们看啊，幸福。好啦，那就这样哦，真的拜拜了，真的拜拜了哦。挂包，因为我刚有吃控肉了，那不要了，好吗？虽然我觉得它挂包应该不错，然后我有点想吃那个米肠，糯米肠，算了算了 ，OK， 先这样了啊，不然再吃下去真的，懂？好，那就这样了，真的拜了，拜拜。